Hello，能听到吗？大家稍等一下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给胡老师邀请。我应该是已经给他分享了，对。看看他要不要接受一下。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大结局的直播。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观众申请歌。哦，大家不要这个随便连麦哦。对，我在等霍老师过来。哦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卡了吗？我用的还是，流量，生怕 WiFi 不太好。邀请已发送，嘉宾需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。好了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哎胡老师呀，胡老师，好。能听到吗？可以哦，听到。那就好。我操作了半天，我还怕你接不到呢。我也刚刚研究了半对，天。他还老是提醒我，你那个地方好像。客户端不是最新的，不过现在好了。对，哦，好的。我看一下啊，其他应该没有什么。你是在拍戏吗？对，我在剧组呢。哇对，哦！所以带妆法。我也是自己化了一个妆。对。哎，不过我今天下午去，正好去了趟这个上次你跟小宝去录制的那个地方，对，Chitchat 国际站。对，然后其中有一个，那对，其中哦，有一个那个 reaction 呢，是看你们的上次录制的那个正式版。我现在是第一个观众啊，是，然后呢？你看完有什么？对，对，看得你看很完有甜，什么对，很甜，感想很甜。吗？我当时就是所有的反应都在那一个视频里面，磕不磕？我跟宝总太 CP，磕了，对，就仿佛跟戏里是完全不一亲样的。切，你们俩才是霸总和对。和医生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是吧？我们的迷你霸总对，今天没有来，好今天想没有他，来，所以我我卡吗？是我卡是吧？，Hello，刚刚有点对，卡，但我现在已经用的你，是，对，我已对，经用卡的了，是这个流量你了，们可以，对，大家都进来了吧？有点卡啊。哇，好多人发弹幕啊，我最喜欢看大家的留言了，对，有点延 OK，时那我们吗？一起看一就下你一吧。起看一下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笑死了，在拍什么戏？哎，胡老师最近在忙什么这呀？样吧，你抽一个人回答问题，我抽一个人回答问题，好吧？好啊，可以我啊，呀，对，我最近在就是，因为我看到你昨天不我是，确实是有延迟。我先回答你第一个对。问题啊。对，昨天我怎说么昨了？天看你发了那个歌的 MV 嘛，不是？哦，对，是的，是对，的，你还看我完，看完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怎那么个，样？你会唱了吗？我看到了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了那个风扇，什那个么？风扇，啊，对，那个风那个风扇，扇，我看到自了，己在剧组用的对，是一模吧？一样的，拿对，在那那个地个方真的唱，很实用，因为它那个，是的，它可以伸对。缩，然后那个就特别的方对，便。被你种草对，了。那怎么样？那个，而且我发现那个上镜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就干干净净的嘛。怎么样？拍了多久啊？那哎，个？你昨天看完那个 MV，你有什么？你会唱？拍了多久？拍了一天拍了一天吧。哦。
我们真的有延对，我迟，们有延迟，不知我道为说什的话么。给他，然后他，对。对，有延迟，好。然后我拍的那个 MV 拍了一天。是有延就迟。延迟，但你最近在上游，哎，离开了，WiFi 关掉，现在后台播放啥意思？哎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因为我刚刚换了一我个一网。直看你都很好。哦，我看你有延迟。不，我们是有延迟的，我们是有延迟的，但是就一直都是不卡的状态，是的，最近因为那个上游也在播嘛，然后我就最近在忙一些宣传的事情。那边你有看上游吗？上游一个是瑞昌，一个是你，那我肯定得对吧？得支持一下，对，嗯，你拍戏这么所有忙，拍戏。那些卡的都给我看的了，而且你们不是还对也那个上了热搜了嘛？对吧？而且当时你开记播不热记搜。得在拍咱们的时候，对，包括你，然后瑞昌也给我看一些你们当时录的那个监视器的一些内容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甜，你们也甜，哦，自动屏蔽，对，吃只是醋了时代还？不一样，对，时代不一样，好看。是的，我们那个是就是，1998年的那个年代的，然后就会勾起很多大家的回忆对，嘛，没所错，以我觉得还是蛮好对，看的。但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，肯定还是那个 MV 比较好看。哎，那你会唱那首我歌肯了定会吗？唱呀，你怎么能不会唱呢？你怎么要给你唱那个歌吧？对，你，我觉得你唱的也才好 听，真的。没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所以你会我唱会了唱，吗？我还专门。好，那你唱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歌就已经响起来。哎，快！我要，但是我要看一下歌词哦。你也知道，我自己的那个歌词也不行。对，我要看着歌词哦。对，我替观众，就是 cue 你咱唱。俩一起哦，虽然有延迟哦。好。刚刚下过雨的晴朗天气，空气清清的，有点甜蜜。浪漫的咖啡店门口等你，今天聊什么话题？还没问出扑通扑通的心，远处走来熟悉的声音。时间能不能先暂停？再多调整下呼吸。哎呀，怎么你就突然在我面前那么温柔好看没？其他人我全都看不见，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摆在哪里。也许阳光让人晕眩，沙里沙气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真的有延迟，然后咱俩是在不同的一个，对，一个节奏里，二重唱一般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延迟太可惜对，了，我这儿听到还挺好对，的，就同对，声。我专门把我那个音箱搬出来了，然后放着你的歌跟你一起，这样，对，哎呦，怎么办？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必须得唱那肯下定的去？呀，所以我准备给你哦，但是我还不能给你放伴奏，哎，你发现没？因为我一给你放伴奏的 话，哎，对，我这里你可可以以自放，己放一下伴奏，对。但是我，哎，我想拿这个放下伴奏，我老师的歌的伴奏。我其实就是追剧的时候，我已经就是在我发现学你了，的我发歌现了，了，因为你对，那首歌真的很难唱。我也发现了，真的很难唱。对，我这个歌，因为它的旋律很单调，然后呢没，你这个一点，我就跟你朗说，朗你上这个口。考验的是气息，就一直要偷换气，对对，这也都其实还对，蛮难的。哎，来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了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这明能明大喜声欢一点你。吗？等一下哈，我把这个大声一什点。么叫商业互捧？我们真的没有在捧，这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大家有时候我们在商业互吹。耳机快关掉，准备好了，很期待啊。稍等一下哈，放上了。你可以跟我一起唱。咱俩有延迟的，我不能开口。对。
哎，等一下，在哪里去了？嗯，烟。调哦，调调不调，是，等一下，你的那个歌的调不一对，样，我唱的对，要低一不这点样，了。你直接那个直接对副唱歌副部分，歌。副歌稍微高一点就好一点，好，嗯。记得。风花。我明明喜欢你呀。偏偏有情长到无法自拔，想和你冬天追逐雪花，夏天再不忍到浪迹天涯，怎么办？我明明喜欢你呀，那一刻被定住像个傻瓜。生怕你看我的笑话，却听见你轻轻说送我回家，心都融化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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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魏对，老师，我还是想看你跳女团不舞。可能，不可能，对对对，魏老师跳女团舞，对，打在公屏上，快点。不是还没到10万呢吗？对，你到10万跳女团舞，确实但我这今个，天去录那个采访的时候，有录嗯，一个叫 emoji 跳舞那个，就还可能外网比较火一点，emoji 就跳舞是。就是是什么？它有是什很么多那个，舞对，蹈它有吗？很多小的那个 emoji 的那个表情，然后根据那个表情去跳舞，对，就跳出来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很女团舞，对，对，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了，所以什么时候哎，会很爆快的，出很来快的，啊？很那个快的，采访？对对对，咱们不是要，对，你不害我，对不对？不要让我当哎，什场么？社死，所以那个女团舞是什么时候放应出该来？快了吧？对，应该快了吧？嗯，对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对下，对，魏老师跳哎舞。呀，不要这样子，哎呀，魏老师跳女团舞。我女团舞这种东西啊，就跳不好就会，就大家就是觉得很油腻，但对我对觉对，得你可以，我觉得你你可觉得？以，因为就是，对，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就是，就现场教我跳舞那会儿特别甜。特别甜，是吧？对，对，但你看我教你的那些动作，你自己跳完之后。就特别好，尤其那几个转身呀、啊、什么我之类自己的，看起来，我觉得对，就可能自己看自己怎么都奇怪吧。然后我自己看啊，起不来那奇些怪，舞不奇蹈怪，都非常对，就的，我其实我有看到大家就是还挺喜欢看那个就是跳舞的那个片段的，那个片段其实那时候虽然对吧，你还觉得是很社因为它死，有配合剧情对，你嘛，觉得很社死，但其实嗯，很会很好，社你死。觉得很好，对。他们说又开始互捧没了，有，为什么说我不行？为什么他一直在说我不行？我哪里不行？对，我怎么就又不行了？所以你要跳给他们看，很尴尬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这很难受哎。女团舞这个东西真你记得不能吗？随意跳。对，你说。我今天就是有，因为我们的戏大结局了嗯。嘛，然后很舍不得跟大家说再见。然是后准呢，备了一走到段这里呢，就发言后。没有，我没准备，就刚刚就是内心发，我就很忐是忑，对，为什就么？你知道我如果是其他的时候那种直播的时候啊，我就是其实就一个人贼能叭叭，但是今天涉及到这个大结局的直播啊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酸楚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抄为什点么的时候呢？已经看过了，但今天正儿八经的那种会员大结局是。收嗯，官的时候，就要跟大家真对，正的说再对，见就真了。的要从那个人物里脱离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多少有一些不舍的。对，你是不是也有嗯，同感？所以是的，就是因为有，就是感觉一段时间的，应该说是一小段人生嗯，吧，一小段经历吧。然后这个剧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对，对嘛，对对。所以就觉得要跟大家说再见，真的还是挺舍不得的。所以我今天画了一幅画。画了一幅画哦，对，我画了一下午，你知是道吗？其实我画画技术非常吧？的差，但是我今天画了一下午，然后就哎，我直接给你看我看吧，一下，当当当当，我有画的不错哎，
看到了吗？哦，真的不错哎。对，中间你有注意我有看，中间那个应该是贺乔叶。中间这个中间是小宝，这样我看得出来，很可爱。而且我感觉可以把每一个人物的细节都很清楚的把它呈现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反正我跟你讲哦，反正我跟你讲，嗯，我也画了一幅，看看。但是咱俩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。但是你这个灵魂画手，真的。你知道我跟你说哈，这咱俩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一模一样的一个地方，嗯，而且都是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。商业互捧。对，我给你看。弹幕又在说商业互捧。给你看一下。这两个，你能认出来吗？哎，我给你头上加了一个皇冠，哎，看见没？因为你不觉得你跟小宝长得很像吗？哎，我真的，你不觉得你跟小宝长得很像吗？然后，我儿子的嘴是这样的，你的是这种，哎，他有小领结，卷发，你看你有两个小辫子，然后齐刘海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皇冠，这个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拿出来你那个对比一下，哎，我还想再看一眼，真的，我真的还想再看一眼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夸我！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真的不好看吗？哇，你画的这个色彩真错，这不好看吗？真的，两个颜色。我跟你讲，比我这是不是比那个竹子好看？竹子是什么？就是在片场画的那个嘛。我说画鞋，后来那个鞋发现画不好，然后就开始画竹子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其实我已经有，我已经从抽象的变成了这种很具象的。你看里面还给你加了一个皇冠。对。我真的，我想着，哎呀，抽光了想哭，然后好不容易就是自己画了，因为我画画技术很差。不，已经很好了，你这个已经画的很好了。对。当然，你这个真的很，你的当然好，真的很好好，真的很好。真的很好，对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个人技能啊，个人技能确实是不一样的。我呢就不在画画上，对，主要是我不在画画上。对，所以你的个人技能就是，在跳女团舞。不要给我女团舞，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对那个采访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什么吗？不是有那个模仿猴歌，所以我想看你的个人技能。模仿猴歌现在变成了是我的技能，对，个人技能，就是，烦死了。对，你要不要也学一下？一下我模仿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来一个精髓的，就是那种，吃吃吃就知道吃，烦死了。笑不笑？笑不笑？笑不笑？哎，你再来一遍，我再来一遍，你真的要学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很有意思。对，就这种啊。手是这样吗？六小龄童的经典的姿势吗？对，这样吃吃吃就知道吃，烦死了。我来一下。对，好，吃吃吃就知道吃，烦死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对，还可以，这个真的就是我跟你说，这个可以用在任何地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演变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演变出来的？是因为在现场的时候，那个执行导演不是一直拿着对讲机催吗？演好了吗？演员好了吗？演好了吗？演员好了吗？所以我催催催，就知道催，烦死了。然后慢慢，就他可以通用到任何一个环节。对，对，他主要是这个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你的比较那个，但我这个个人技就是不能随便拿出来，要不然大家都跑了，还不如你那个，不如你那个个人技能好看。我那个、你那个 wink 是特别好的，我觉得，对，就你那个，那你学会了吗？上次从我们拍戏到现在，你还没学会，啊？它是一个这个就真的做不出来，怎么这种呢？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做不到，你给我打个样吧。好不好？我打一下。wink。就是首先哈，就教你这个精髓在于，哎，是哪边？就是，对这个，然后你当然不是要眨这只眼睛吗？所以你就，哦，
头往这边歪，同时就这样。是这样吗？但就屏幕面前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学？对，大家一起。是这样吗？哎，有点像了，有点像了，你再学一下。我怎么有点手眼不协调？这个嘴巴呀，它不是抽风的那种感觉，哦、就是不是这种感觉。哦，这个哦，是吧？是吧？对吗？对，这啊，你再学一下。哎，有点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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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同方向的歪头吗？哦，就是对对，同方向的歪头，对。哎，像了，有点是像吧？了，哎有哎，点像了，我还加入了对，有挑点眉，你像。发现没？这，哪里啊？你能做到吗？哎，你这个绝了，因为哎，你独创因的，为这真个的。眼闭的时候，这个眉毛不就起来了吗？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吧？为什么我没起你来试呢？一下。但有，我这对，里眉毛也还动不是你了那个啊！好，还是你那个好。哎呀，我这个好你也没学会呀、这个好，啊！没事，我也没学会你的，你没，你学挺好的，对。我也学不会你的。所以你是在看弹幕吗？对，我在看弹幕，我还挺喜欢看大家的，就这样好了。我觉得，但是大家有什么对于大结局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心情，或者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们来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，好不好？看看，就啊，女团我就可以过了，下一对，那个大家可以提问我们，因为就是想跟大家对多多互动嘛。没错。其实咱们俩光顾着聊忘了看了，大家也其实还有很多啊，我看看啊，有没有第二部，有没有续集？这个得问一下剧方吧。挺好奇什么？好快！等的，对，一下，太太快快了，我了，有点看不过来。这个弹幕太快了。魏老师说说，魏老师说说撒娇的那场戏。撒娇的那场戏啊，撒娇，其实仔细想想，那场戏挺社死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那场戏在拍的时候，我极度抗拒，我说为什么要演这个？你还记得吗？但是你撒娇还是完成的挺好的。啊，我都快尬出，就是我快把那个 iPad 屏幕给戳烂了，当时，哇哈哈！我不敢看那个，真的是很难受。对，而且今天最嗯，关键的是。基本上每一个采访里面都要 cue 到那个，就是让我要来一下，我真的不，这好难受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对，的，但对，是其实大家想一般看就你撒是。娇也挺多的，你要不要来一下？不来，来一下嘛！哎呦，港台腔的那个，不来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我这种直女怎么可能会撒娇呢？好。我看一下，好快呀！我都看不过来，当妈妈什么感受？当妈妈什么感受嗯，啊？当妈妈什么感受？妈妈什么感受啊？嗯，就觉得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天天在你身边追着喊"妈咪妈咪"的时候，就觉得很治愈。嗯。所以当爸爸有什么感受啊？当爸爸也很甜，我是既当爸爸又当妈妈的，是你是他姐姐，对不对？不，我觉得你更像一个，就是。严厉的妈妈，我像一个慈父，你像一个严我母，怎么就成严母 因为你在了？戏里又管他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这个能玩，那个不能玩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更多的像爸爸，然后嘞？就觉得你很像很妈想妈妈呀，妈，对，就操心的事对情也比呀，较所多，以是应吧？该问你当妈妈有什么感受。其实，怎么讲呢？对，小朋友的那份爱，其实到现在，包括大结局完了以后，有这么长时间没见，再到上次见到他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，又送给我们这些小礼物，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，你觉得呢？
对吧？嗯，是的，对，是的。其实小宝很喜欢你，他私底下跟我说过。虽然我们做采访的时候，你不是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吗？然后他说喜欢妈咪，但其实小宝跟我私底下说过，他说他觉得你很逗，很有对，趣，他现在一然般都后是他说也我很是喜欢你。一个怎么讲，很搞笑的人，对吧？嗯嗯，他说你很好对，笑。很好笑，确实。嗯。但是我今天看你们那个完整版的采访嘛，完整版的采访里，他嗯，不是直接就说了吗？喜欢妈妈，那是因为爸爸没在现 是场，吗？真的假的？哈哈哈。啊，但是因为爸爸没在现场，你就可以这样理解，哦哟，千万不要我伤不相心。信，不相信，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他还是很跟着自己的心情的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有时候开心了，有时候不开心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对，还是很喜怒形色的。提问对贺乔燕这个人有什么对，看法？贺老师魏老师，你觉得贺老师，你魏老师，你觉得你对贺乔燕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情感？因为我们的区块 结束了嘛。对贺乔燕啊，我觉得她后期有点，对，有点心里不太有数，是不是？什么不太有我数？说我们没有，我提说提。何乔燕其实后期的时候会有一点，就是不够，还是成长的不太够，应该快速的把那个阶段给度过。但其实有些时候，就包括像，我不知道你看大结局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啊。其实多多少少后面的那部分虐的情况呀，再到最后的结局，其实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嘛，对吧？还是有很多缺失的地方，观众只能靠脑补来去想象，是的，是但的，是，好像感觉应该是给剪掉了，还是怎么的，对吧？对。我觉得好的是，就是至少他们在最后开心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至少最后很圆满嘛，你这一下子把这个给剧透了，对。但是他对，其实大家都大家知其道实了，都因为知我们道，今天都已经对，发了结婚的对，那个东西了。所有的那些虐心的环节啊，都是为了让他一下最后那个最高点升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心里得到了一丝慰藉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看大家说我们的小宝来啊，小了，宝来了吗？小宝他要来进来了，吗？他不知道啊，应该不会啊。小宝，小宝，安妮，对，可以，小是，宝，啊，好想他呀！你在看，观就是众你席是都，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啊，我不在太会观众操席，作这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哦，真的有哎，哦，真的有哎，嘉宾席，看见没？嘉宾嘉宾席啊，席，你看。这是你送我的小狮子，小宝连一下小宝怎么连怎啊？他么们连都啊？我说连一看一下下小宝该啊，怎我么连。看一下，我操作一下啊。我邀请他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接收到。我们最大的功臣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对，们最可我爱们的，最大的，全剧最可对，爱。他退了，你他连他，他退退了。了，是他退了吗？小宝退了，好他嘛。退了，把人吓走了，再看看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大家的一些问题。好的。他们说怎么感觉有点像社死他现们场说呢？这个，他们说这个番外有什么想法？番外有什么想啊，法？好，番对，外，啊，番外，番外有什么想法？其实番外的那个题材其实还蛮好的，我觉得，就是，就是我是霸对，总，秦小姐的恋恋不忘，是，秦小姐的恋人对，不忘。
而且我觉得番外的你跟那个正片的你完全是两种感觉。对，就正片的你是一个霸道总裁嘛，然后番外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完全和霸总反过来的，所以大家看这个剧的时候应该，多好呀！而且你那里就我，因为我记得看番外的时候啊，我是先看番外，再看了大结局的那部分。槽点的时候，我先看番外，然后他因为番外里面不是还有很多那些，对吧？很甜的一些桥段的混剪，所以看到那些的时候，就是一幕幕哗哗哗哗的充斥进来，你就觉得，其实当时拍摄的时候受的那点苦也不算什么了，对吧？对。哎呀，就觉得拍戏虽然真的很苦，然后。但我觉得就是能够顺顺利利的拍完也挺好的。小宝又来了。来了吗？小宝是可能梳妆打扮一下去了，是吧？换衣服去了。可能是去化妆去了。我不懂怎么连麦，我也不太懂。我刚才给他操作了一下。对。这个。点聊天不行，想听土味情话。何老师有没有什么土味情话？土味情话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土味情话？快快，手机给我排队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土味情话。哎，你有什么土味情话？突然一下真的让想土味情话呀，真的很难想。阿姨，您看起来真好。这个土吗？这个虽然你看起来对，这个算土吗？就是这样子。你虽然看啊，这个不错。我了解过，您今年50了，对，但看起来真的只有49。对，我收到好多。天哪，真的太土了！用土味情话的方式呼吁大家去看大结局。对。你有打火机吗？当然没有。那你是怎么撩动我的心的？哇，这大家开始已经打这个了。我这里有一个，我这里有一个，就是用土味情话的方式来邀请大家去看我们的大结局啊，就是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你不看贺先生的恋恋不忘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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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土，真的很土，真的太土了，很尴尬。没尴尬不会，我发现这土，但是不尬，就像我们的贺先生的恋恋不忘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今天怪怪的，怎么怪了？怪可爱的。你今天该去看贺先生的恋恋不忘了。小宝连麦，爸比不踩小宝，连小宝。我不知道怎么连。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我只能给他打电话了。我一直在这儿跟他发了邀请。拍戏中有什么遗憾吗？粉丝提问。有什么遗憾吗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遗憾的桥段也好，或者是对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拍戏中有没有什么遗憾？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很多很多小遗憾吧，但是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的。对，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问这个拍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。还记得吗？很多趣事。这趣事跟遗憾一样，就是对它都很少，每天都会有趣的事情发生。趣事的话有没有什么？我觉得我们片场还是很欢乐的。对，是的，很欢乐的。因为有个小宝小朋友在，就会感觉很欢乐。对的。拍吻戏什么感觉？
这不好回答呀。还有什么？吃了长沙的哪些美食？小宝在举手，他们说小宝在举手。举手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可以就是连麦他吗？是可以连麦他吗？举手是什么？魏老师可以连麦他。两个人在找，在找小宝。这个真是找不着，我的天。很像老年人哎，这样，咱们俩都很像老年人。对。好难、啊、旁边可以连麦，大家真的很想看小宝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连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哎呀，小宝，哎，小宝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准备要出去玩啊。你准备去哪里玩呀？啊，我去溜达溜达，你想去吗？我。我也想去啊，哎呦，怎么打声招呼啊，笑得这么可爱？哎呦，我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们一起出去吧。一起出去哟、哦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北京呢。我不是，我边直播边走都可以。边直播边走都可以啊。OK。现在有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喜欢你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他们说的呀？随便想说什么都可以。大家喜欢我。哦，有没有好好看大结局啊？啊？后面有帽子啊，看。哎呦，好看好看。哇，哎呀，帽子真漂亮。小企鹅。小企鹅，哦，小企鹅。啊，小企鹅，你今天是只小企鹅呀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，还记得吗？小老虎，我送你的。小狮子。小狮子。忘了。你忘了。这是你送来保护我的。你的那个袁爸爸，你的那个小玩偶。我的那个不是小的那个哆啦 A 梦吗？啊，去哪儿了？在爸爸的房间里。对。我看。在爸爸的房间里，但是爸爸现在不在房间里。对，我在家里。你在家里，你想我了吗？想啦。我就不问了，我不多问了。我今天看你，我今天看《黑先生六六八》车祸那段的时候、啊，吓我一跳。吓一跳？为什么吓了一跳啊？为什么？他那个车祸的那个夹那夹。嗯。是担心吗？是担心吗？还是怎么？为什么吓一跳？担心我不怕。啊？是什么？那个杨妈妈，那个，你是怎么敲开那个玻璃的？敲开玻璃？哦哦。你怎么敲玻璃的？开始问剧情了哈。你害怕吗？敲那个玻璃的时候？你怎么敲玻璃的？使劲敲。你看剧吗？你去看剧吗？你敲那个车怎么敲玻璃碎的？你是用小锤子还是应急小锤？儿子，敲玻璃的是你妈妈，你妈妈敲的玻璃啊。你妈妈从用什么敲啊？你妈妈用的小锤儿。你是不是应该关心妈妈的手有没有敲烂啊？对，她把你救出来的。对。你是不是应该关心我的手？是不是应该关心我的手？不应该关心玻璃啊！啊！有些人还发那个，还有那个啊，一直发的。你看的看，小宝会认。对他能看得到的，能看得到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有想爸爸吗？养啦，啊，对，爸爸今天看你，爸爸今天看你那个上次录的那个采访里面嘛，不是有很多话想要跟演员爸爸说吗？我当时看完之后，看着你完了以后，就是老父亲般的双眼湿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想你。对，大结局了以后，希望下次见到我的时候，
还能像对你妈妈那么好一样。加了两次了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呢，对不对？我有机会去见。嗯。我有机会去见，那你想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吗？想知道，你邀请我去你家是吧？那你猜猜我家是什么样子？你家肯定有很多小汽车，对不对？那你猜有几辆小汽车？我猜有一半都是妈妈买给你的。不是，有些是爸爸买的，有些是我自己挣的，还有些是我妈妈买的，还有些是我自己挣的。那个演员妈妈送给我的那个一辆和小汽车，我还保留着呢。行，可是姥姥不知道给我收哪儿了。那这样，姥姥给你收起来那这样，下次呀，我跟这个你演员妈妈有机会就去家里看望你。你要茁壮的成长，听见没有？快快乐乐的啊！好的。你要好好学习哦，在家要听妈妈的话。好的，你刚才这么近，你看离手机这么近，肯定眼睛能进对，眼睛去。近视，我要离远一哦，点。你还记得不让我看对，手我机，离远一点。对保持距好，保离。持距离。爸爸想你哦，给你个比个小心。我也想你，那一起，我怎么听到来，我们一起比个心，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8点钟的何先生的恋恋不忘的何先生大的恋结恋不局，忘？给你最好看的、最对，甜这甜的些一家过三后，口。有爸爸，有妈妈。嗯。哎，我怎么听到了那个何先生恋恋不忘里的音乐？嗯，喜欢吗？谁放的？爸爸放的。那你会唱吗？我会唱《虫儿飞》，其他的歌也会唱。错 哎，哎，对，《虫虫儿儿飞飞》，《虫儿飞》，《虫儿飞》，要不要再唱给大家听一《虫下？儿飞》，我知道那个是干嘛呢？《嗯，虫儿飞》就是那个虫儿在飞翔。嗯，啊，就回去做功课了，是不是？你但是有一只不亮了它。啊，有一只不亮了，那你会唱吗？现在？黑黑的天空底，这嗯，亮亮的亮亮繁的繁星星天上在飞，虫飞，儿虫飞，飞，虫虫儿飞，飞，你在在思念思念着。谁？鹰跑啦，鹰跑啦，鹰好，晕跑了啊！跑啦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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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贺总，要对不起。这样，我唱完一首歌，你唱完一首歌，然后演爸爸再唱完一首歌。行，我们又开始接歌了，是好，吗？好，又开始接歌好，了。好，我唱完一首，你别插嘴，你们几个，你嗯，们就看着我好，我们唱。不插嘴，我们静静的好，看着你。黑黑的天空底，吹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。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虫儿飞，花睡，一生有一对才美。不怕天黑，只怕心碎。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东南西北。好，哎呦妈呀，唱的我哎快你笑死好，我哎了。呦，该你啦。就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，就是，我们的小宝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。因为这首歌呢，是我们当时，在拍戏的过程中，其实是剧情是，我在弹吉他，然后呢。教他唱这首歌。当时在戏里呢，就要饰演一个不能说话的小孩子。然后呢，在戏里他就听我唱过一遍。嗯，然后呢，当时他也不会唱，他也在戏里也不能说话，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听着，也不能有什么太多表情。但是他妈妈上次见我，就一年过去了。他妈妈上次见我说，他说其实你知道吗？小宝演完你们那场戏之后。
回家就喊我给他放《虫儿飞》，然后他每天都在听那个《虫儿飞》，每天都在学。然后到我们杀青了，到之前就是前几天做活动的时候遇见他，他就唱给我听了。超感动的，超感动的。妈妈，该你唱歌了，你忘了吧？该我唱歌喽。该我唱啦。那你想听演员妈妈唱什么呀？想唱那个你唱的那个伴奏曲子，那个曲子。那你会唱了吗？嗯，不会。你还不会？会哼哼，对不那对？你唱那个，我忘了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。晴天约晴天约会，会吗？晴天对，晴天约会。会。那我简单唱两句给你听听，好不好？你把那些全唱完。啊？能唱吗？全啊？唱好。你演员爸爸也会唱？那要不先让演员爸爸唱？你要不让演员爸爸唱？演员爸爸唱的很好听。你知道小小年纪坑爹是怎么来的了吧？你明白吧呀？唱什么？唱哪个？Yeah, 晴天约会吗？刚才不是唱过了？唱过吗？哦，我给给你你唱，给听。你唱，给你唱哦，哎给呀，你唱啊，给你给你唱。把小伴奏给你整起来。Listen。你要跟我一起唱哦，你肯定是会哼哼的。对好，呀，刚刚本来想哭来着，现对，在本被来，他整笑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欢乐的啊，我们还是欢乐的。我们一起唱，我欢们一乐起不唱。欢乐？小音乐给你响起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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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都不唱了？浪漫的咖啡店门口等你，今天聊什么话题？什么话题？暧昧不就不懂暧昧不不就不懂的懂情。的远心，处走了熟悉的走了身熟悉影，的身失去时间能不能影，失去能先不能暂停，先暂停，再多调整下呼再调吸？整一下呼吸。你就突然，你就突然在我面前，那副温柔好看的眼睛，还有话难我们给他比个心听。吧，给他比个这该个，你听了，小是吧？宝。来，那我是不是对，该下笑来一了？点。哒哒哒快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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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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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靠后一点。对。然后你来做那个脚好不好？你来下面那个地方，下面你要摆这个姿势哦，摆这个姿势。哦，你要摆这个姿势。对，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这个爱心，好不好？是的。不是用胳膊，用胳膊，这样吧，用胳膊，用胳膊这样吧。好，这样也可以，试试啊，好好好，试试啊。离屏幕近一点，宝宝，你可以离屏幕近一点。呀，你太可爱了！可以截图了，观众朋友们，可以截图了，可以截图了。爸爸妈妈，哎，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可是礼物在我这儿呢。借给你妈妈。什么礼物？你给演员妈妈看看好不好？这是个京剧小人吗？好像是京剧小人。他还能变脸呢。哦哟。哇。好看哎，这是你妈妈的形象吗？好像是吧。谢谢你送我的礼物，谢谢宝宝送我的礼物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看，看到这样了，看。嗯。好吧，我给你变唱。猜对哪只手？啊？左手。猜对哪只手？左手。嗯，左手。左手是哪只？左手是这只啊。耶、yeah, ，没在左手，是不是？再猜猜猜哪只手？嗯，在右手。你爸爸不开心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看演员爸爸不开心吗？我在换伴奏。对。他说：“
此刻爸爸伤心了，爸爸求求刚才我们都在说我的在哪只手，在左手吗？刚才不是猜过了，你也送演员爸爸一个礼物好不好？还偷偷的送给我，我稍等，我去找一下。哎呀，哎，大可不必，儿子，大可不必。没有给你准备。对，对，没事没事，你都在心里啊。你演员爸爸已经习惯了啊。我只能送你一根笔。谢谢啊。我只能送你一根笔。来自老父亲的欣慰。可以的。还记得咱们那个吗？爸爸，请我拿来，我画一张画，送给他。还记得吗，儿子？太霸道了。要不要纸盒做玩具？怎么再垮掉？可以。哎，小宝，啊？你想不想我们？想。特别想。特别想啊。哎呀天哪，哎呀，现在别煽情了，小二，再煽情我就估计小泪快掉下来了。八分钟大家就要去看柯先生的恋恋不忘了。 对，片场吃货是谁？小宝采访一下你，片场吃货是谁？片场吃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片场的时候谁最爱吃？啊，你这样吧，妈妈，这样好不好？明明是你，我来问几个问题，看看小宝还能不能记得，看看也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的去看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然后一璇也要跟着回答一下，还是说当监督？咱们俩一人问一个问题好了。这样循环着来好不好？一人问一个问题，看小宝听见爸爸说的了吗？啊，那爸爸开始问了。啊，对啊，你在戏里最喜欢你妈妈给你扎什么发型？牛角。哎，牛角。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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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。还记得，该你了，小二。啊，你还记你还记不得？记得，我心里想着呢。哎呦，心里想着呢啊！想着呢。可以。那你要下着去上学吗？啊？你要扎着去上学吗？扎是什么？扎着那个牛角去上学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我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用什么礼物跟你做了交换？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戏里，不是现实生活中啊，是戏里第一集的时候、记不记得？手帕。手帕。哎，还有一个东西。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放在你床头上的。对，想想。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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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可以、对对对对。我还留着我自己的行李箱的，那个行李箱就是我自己的。可以啊。他妈妈其实还跟我讲说上回我在戏里给他吃了螺蛳粉、然后他回了家天天吵着要吃螺蛳粉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天天吵着吃螺蛳粉？螺蛳粉。对不起、是我的。宝儿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还记不记得大结局上你那厚厚的一沓那个词儿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还记不记得？在婚礼的现场，你的开场白还记得吗？亲爱的来宾朋友们。啊，还有呢？各位女士。先生们，大家中午好。可以，记忆力真的超赞哎。可以啊，长时间了还记得。哇，这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、还记得、小神童哎，在这啊，在这什么，在这金秋时刻。对，我们共同来参加我们满心欢喜、
记得比我还熟。满心欢喜，满心祝愿，满心祝愿。嗯，你是否愿意？嗯。今天是你是否愿意？可以啊。啊，既然其实现在马上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不是会员大结局了吗？要不这样，我们让小宝啊，我们让小宝诚挚的邀请一下各位，对吧？诚挚的邀请一下各位去看我们的这部剧的大结局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，好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先问，好，你先问，来，你先问，好不好？你还记得你心里那场车祸吗？车祸啊，车祸怎么了？车祸刚刚聊过了，宝宝。那你记得要问我？那你不记得那个大车是什么样子了吧？大车是什么样子？只记得车，只喜欢车。嗯，那个大车是一个大卡车，对，是一个厢车。那后面有个岛。那我再最后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。好，我用这两个东西变。好，你信不信我能把笔变成套耳勺？哦，我现在还不敢相信，得看你怎么变。来，看。这是变了吗？这是套耳勺啊！我的个乖乖，哦，这不是刚才的那两根笔了哈！真厉害！哎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！真厉害啊，掌声鼓励啊！哦，所以那场车祸当中，他并没有关心我的手，也并没有关心你的伤势，他只关心那个车长什么样子，敲开的，只关心了那个车长什么样子。对吧？对，我的个乖乖，不愧是宝总啊！你也学会了，哎，两分，我学会了，还有两分钟，学会了，啊，学会了，还有两分钟，大家看哦！快，我们一起给大家说，大家看，嗯，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再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问。好好。来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！信不信我能把这个盖儿变成笔？好啊，相信你。你先不笑，不笑是吧？哇，宝总你好厉害啊！是厉害吧？所以魔术是结束了吗？这个？要请大家看我的和先生恋恋不忘啊！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哦，爱你哦！看，跟大家一起比心。然后拉耳朵那个是吗？还记得。然后跟大家一起比心，然后那个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嗯，也谢谢大家喜欢我们，谢谢大家喜欢我。我们宝宝，我们谢谢大家喜欢我。好，敬请期待。对，我看大家有说一个特别好的啊，用轻轻接力的方式，这样，小宝，我把脸这样放，你亲亲爸爸，然后再亲亲妈妈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就是爱心传递。好，爱心传递，来。你先亲演员爸爸。来，我把脸伸过来了。亲上面。上边。对。嗯。要亲。就是可以这样，宝宝侧面亲。好了，不为难你，该亲妈妈了。该亲妈妈了。亲我。上面，往你上面啊。嗯，
这样，对，这样来亲亲亲。大家快帮我截图！快快快，亲上我！好不容易，快点快点，亲亲上了吗？斜着。嗯。啊，太好了。可以了。相当于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哇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不，我们不为。宝总太难了。对，我们不为男孩子。对。我再给你变一个。你还要变哦。我再给你变到明年。你还要变哦。最后一个。嗯。你信不信我能把它？变成这个颜色可以，我信，我信，信。你先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啊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老天爷，你变这个，这个给你。黄色，变好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挺厉害的？哇哦，很厉害耶！哦，变完了。哦，哇哦！不知道你的师傅是哪位哦？对，爸爸可能要去找他一下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找不到我师傅的，我师傅，哎呦，猜我是怎么变的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学会了，学会了。你就是永远。哇，好多粉丝啊！对，确实要，确实要感谢，感谢一下大家对我们整部剧的支持啊！确实谢谢大家，无论是在这个国内的，还是在海外的这些粉丝们，很感谢大家对于这部剧的支持，也对于我们三位以及其他各位演员的啊。这个角色的认可和喜爱，当然我们这部第一部可能现在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啊，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如果有机会啊，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风吹和草动，大家对，我们可以共同去期待一下，如果有更好的，哪怕不一定是何先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，对，所以也是希望小宝能够茁壮成长。胡老师心系大麦啊，心系大麦，对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对，嗯，也就是我们在这儿呢，代替整个剧组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感谢大家的喜欢，然后谢谢大家能够这么的喜欢我们可爱的小宝，然后呢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暑假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，也希望魏老师的新戏呢一切顺利、嗯。然后希望我们的宝宝身体健康，茁壮成长，茁壮成长，茁壮成长。对，对，还是现在一首校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我们要在这里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谢谢，我们一起给观众朋友们鞠个躬，然后去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啊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。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爱你们哟，爱你们哟。好，拜拜，快去看剧，好，快去看剧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快去看剧。谢谢大家，现在疫情这么多，大家也要好好注意身体呀。嗯。对, 对的，盖好口罩、哦，戴好口罩啊，戴好口罩，拜拜，拜拜两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爸爸，拜拜爸爸，拜拜妈妈，拜拜宝总，哎宝宝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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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你们身体好好、啊，你也是茁壮成长啊，你们吃，希望你吃饭香香，好吗？希望你吃饭香香，快快乐乐的长大啊。快快乐乐的长大，你们也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好，我会想你们的爱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
个拜拜拜拜不拜，完了，因为很舍不对，得。不要惹你爸爸妈妈生气哦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了。快去吧。嗯，拜拜。你先退吧，宝宝，你先，嗯，可以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对，好，那我们也跟大家说拜好，拜跟了，大家说再见了。拜拜。对，嗯，确实这个拜拜有点舍对，不得啊，舍不得跟大家说再见啊，但是大家快去看剧吧，我们不打扰你们好。了，再见。啊，走，突然一下都走了，啊。突然很伤感啊！突然很伤感。啊，这个今天大结局啊，今天大结局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也不能说别的，对，期待我们以更好的形象和更好的角色再次跟你们相遇。因为毕竟刚刚拍完一部古装剧嘛，然后现在马不停蹄的又回来以后，进到了一个新的剧组里面。同样也是我们芒果 TV 啊，这个应该会在明年跟大家见面的。然后现在，还在拍摄中，叫做《奇妙》正在输入中啊。也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老魏啊，继续支持我拍的这些作品，因为这次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，因为摆脱了我们所谓的这种霸总的题材，啊，也摆脱了这种富家子弟的感觉啊，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，冯天蓝小朋友啊，要演比自己心理年纪和实际年纪要小一点的岁数的，也是一个很奇幻的一个故事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，对。哎，我看大家有说葡萄，对，这部剧是葡萄跟天蓝的一个故事，对。这个梗被你们玩坏了，给31了，但看起来只有30。好，希望看起来像30岁的我，可以在。可以在曾经的秋天带给你们那种温暖，在这个夏天又带给你们不一样的霸道的美好，也希望在之后春天也好，或者是冬天也好，有不一样的角色都能够带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啊！我呢，现在得赶紧去准备明天拍摄的东西了。我们期待下次直播见，拜拜。我下了，拜拜。